睡前常做一件事，燃烧脂肪，浑身轻松，这是真的吗？你不要再去相信外面的什么减肥茶、瘦身操能让你恢复身材，那些又贵又受罪，关键是没有效果。如果你现在明明吃得很少，就是不瘦，年龄过了30岁，腰也粗，肚子也大，长一身的赘肉，代谢越来越慢，有三种帮助燃烧脂肪和糖类的维生素一定不要错过。第一种是维生素 B1， 维生素 B1 主要是分解糖，避免糖转化成脂肪堆积起来。第二种是维生素 B2， 主要负责脂肪的分解， B2 缺了还容易代谢差，爱水肿。第三种是维生素 B6， 主要平衡胰岛素，帮你控糖，适合那些腰粗肚子大的朋友，特别是到了瓶颈期，维生素 B 族更是必不可少的。这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烟酸、叶酸、泛酸、水飞剂、谷胱甘肽，能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垃圾，坚持一段时间，我们身上的脂肪就会一扫而光，浑身轻盈，关键还不反弹。最关键的是20年的上市品牌，相信国货，吃起来也放心，同款就在视频的左下角。